在支持者的簇拥下，大进场，现场气氛热络。一上台，炮口直接对准执政党。民进党真无进步，我个人道歉。快用的用一波，啊，我敢无黑，敢无红，让你们乱清点，乱清点，我口都脏，连印都没有。媒体要问你，啥要问你，拢不爱。人民要问你。 你到底要支持face还是反face？不止红绿营，更像赖清德喊话，要他 face 立场说清楚。接着在谈到两岸议题，今日《经济学人》杂志真久无看新闻，真够讲世界上边的所在，就是台湾。哎，今日讲一句话，学者甲分析，讲者话是讲啥？讲侯友宜不会卖。 全程用台语演说，还打出金国牌，这场高雄的造势集结蓝营指标人物，和各县市蓝营首长展现团结士气。接着侯友宜再去夜市冲人气，到瑞丰夜市接地气，跟民众握手拜票。侯友宜还直接拿起手机和民众自拍。 一个手滑，手机差点掉到地上，还好有接住。侯友宜到夜市展现亲和力，更要拼人气。华视新闻林佳颖、张玉科、邱荣庆、陈清顺高雄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